被埋伏在那儿，底线小敏 catch and shoot， 踢到大，篮板球拿到手。Billy Preston， Will Manigo 交给 Billy Preston， 再做一个 hand off 回马枪，比利后仰跳投得分。他非常擅长做这。走位啊，反而是去影响到自己持球进攻的选手。Billy Preston， 哇，这一个位置不能放啊，不太一样嘛。对。Preston， 下半场第一次出手就命中三分。所以你看他不要练出三分球啊，那也很难讲啊。这大 B 的进化目前看起来无极限。Preston 空中拉杆摆进两分。反身后仰，哇！这他完全个人能力展现。就连有在尝试做一些低位的攻击啊，可是感觉成熟度还在发展啊。